小花妖，干嘛？你之前对本座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倒是怕了。我错了，尊上。不，本座希望你还是和从前一样对待本座。不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再也不敢了。 不过，就算你是月尊，我也要说，你抢走了我的人，你也抢不走我的心，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因为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。又是长恒是吗？你除了提他，还会不会说点别的？不太会，反正就算你对我动情。 也没有用，你强迫不了我的。笑话，本座怎么会对你动情？那既然没有的话，月尊大人，你不如就放我走了吧。放你走？你能去哪儿？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水云天的逃犯，私通月族的奸细，哪儿还有你的容身之处？我那是被你骗了。本座从未骗你，是你自己太蠢。 你别忘了，本座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你从水云天掠走，此等殊荣，你怕是一辈子也洗不掉了。从今以后，你都要和本座在一起，懂吗？把命布修好。 否则别想出这个房间。怎么又是这个命布？你一个月尊，干嘛偏偏就这一个凡人的命布不放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啊？别多问了，只管修你的。哼，我才不会修这个命布，我才不会助纣为虐呢。这是哪儿啊？ 这里是，这里是，是我的小饭菜，还有，这个是我的命格书，命格书，我好想你呀、啊。
无论如何，我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这份情谊，我会记一辈子的。就算我回到水云天，我绝对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你只言片语的踪迹。就算长恒先去问我，你一天长恒长恒短，你满脑子除了长恒还有什么？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求求你，让我回去吧。你说来说去还是要走。你无论想要什么，本座翻遍三界都能给你找到。 小花妖，本座实话告诉你，你与本座之间根本没有任何情谊。当初在司命殿，本座之所以对你一再忍让，是因为有同心咒而已。同心咒？这该死的咒印让我和你同喜同悲，所以本座才不得不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保护你、照顾你。但现在， 有着忧郁界，它可以隔绝心绪。你现在也被本座所擒，这该死的软肋，本座终于可以甩掉了。所以，你对我的好都是假的？ 你带我晒太阳，给我结着露水。为我煮百花羹，全都是假的。没错，不仅是假的，做这些事情，本座从心底里觉得厌恶。本座没工夫陪你耗着，快说。我就是……大点声，本座听不清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